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远洋的王者，福灵之王地狱级。好，平民百姓的吃食测试。哦，因为地狱级基本上我好像没有临时的记录，所以就是来做一个吃食的示范，好不好？看一下哦，这两只先点吧，因为左边吸第一嘛。让我看可不可以做全体攻击。哎呀，第一集都会手残欸，我发现这么简单的转法居然可以做。天降天降啊，哈利路亚！我笑得有没有一点奸诈？赚到了有没有？那第一关我们是建议是最好可以出到 CD 五啦，可以的话。新珠的 shit， 故意的吗？这样就要吃石头了。太好，没天降。我是说天降新珠，因为不然我第二关可能就要吃了。哦，队伍当中有神、兽、妖。魔主这个就可以先略过，神这个要点，可是他有 CD 三，所以可以点一下。人，可是我不这样点不行。Shit， 想一下，四七四九，这哦这是打最痛哎。四七，这两只差不多。两只都二十几万，基本上应该是打不死。打下去两个都会，三只都变 CD 二，反正都打不死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打，不然就这样打。这样好了，啊，深呼吸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地狱级就是。会转得很糟的那个转法。那三到五 combo， 哦耶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观赏此时的比赛。好，第一颗，其实技术好一点可以不用啊，因为三到五 combo 真的会一直吃啊。现在就要这样打，因为他神主会伤害，我没有魔，所以要这样打。好像是居然没按住，好吧，这个的意思是叫我爆发的样子。可以的话，我会尽量切开啦。我看你好像有点困难。好吧，我们进入下一关吧，因为这关储蓄力会比较好一点。这时候就尽量把新珠力出来。好，可以看到非常手残的一个示范了啦。打地狱级关卡其实是真的会比较有点压力哦，对我自己而言啦。啊，这对血量还算蛮多的，可以稍微撑一下。有点顿着啊，又来了。为什么打地狱都累个、啊？不要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是因为我录影嘛。不对啊，平常也会录啊。啊，平常也会录啊。
要靠这一关除技啊。什么鬼啊，没心哦。再撑一下好了，好，我是故意不转的，因为这时候转会比较多心，而且 我是用双子去转的，所以差很多。哎呦喂啊，好可怕啊，看不出要够、哦、又来了，又在手残了。我有时候手残天将可以救你，我用两只转心的目的就是可以在一些重要关卡可以磨。哎，三到五 combo 了，这玩屁啊！大概五系的水准比较稳啊，三系的话我看起来都很危险。有没有三系？要靠强心在补的。那转珠的水准的确会比平常差，对我而言。处多久啊？那五康博就补了回来了。新出怎么那么远啊？哎呦呀！好玩都很可怕的，都在玩紧张先生的。啊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喉咙欠安，所以可能会不由自主的那个咳一下。哎呦！就那个大大反应说，可不可以不要一直那个，嘿嘿嘿，有没有？我也不想。要几回合？一回合。奇怪了，玩地狱都会这么紧张吗？啊，补一下啊！我先住有点远，这样玩起来我比较不会卡卡的。哦，果然我刚刚的判断是正确的。不然刚石头就吃下去了。
下我的五颗，好，这样子。补血应该都补得很危险的，那他就不掉，你说没办法，我只能这样慢慢跟他玩。真的啊，你看都没按住。哎呦喂！有按住了，没心住。紫棋打血好像蛮多的，哦，六十几万怪不得。我，哦，这时候心要先转，争取一下热速的缓冲。结果我一直在这边，这一关就落了，没有，都不掉五颗暗的给我，是怎样？自己立也不太好立，说真的。又是三 combo 了，没有。这样也可以磨出，真的有点有点夸张。要不要转呢？有点危险，转一下好了。技术不好就是转。这样玩比较保险，对我而言。嗯，没消到。哇，好多杂猪，就怕这个状况发生。控场看是在这一关开或者下一关开了，看你们的习惯。以我而言，看一下，我应该是这时候开吧。算一下啊，五回合，对，这时候开。
有选择让他自己打，应该要全体攻击，不然会少不掉。然后再冰，我靠，两 combo， 这是我看今天表演最漂亮的就是这个。左边那只不 K 掉，我连回血都没机会了。问题现在我没有攻击出球大，好吧，反正都是吃屎大会，没什么差的。拼了！三四五六，哦，我的极限了，应该要死了吧？哦，险险过！再就是拼右边这一只，它攻击输出还蛮大的，所以这是比较大的问题。哇，天降了没有？哎呦，没救到，好吧，吃吧，两颗，千万不要想说现在要爆发哦，因为那个球大哦，把杂猪捋一捋，边捋边打哈，主要新猪不要笑到。再吃一颗，三颗球在这一关，因为一次只能打20%的血，所以至少要打5次。这是我不会开转型的，因为我预计这次就要把他送回老家。啊！我回老家，4颗。我快要打完了，记得水火莫要留，尽量啊。不过算了，还是直接把它 K 掉了。我至少可以赚一回合。好，再见。我们看台面上有几个水火木，火有5颗，所以肯定不能消；木有3颗不能消，水有3颗消。看一下，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，应该是可以。
这个要小心，不能断珠，断珠就跟大家说再见了。一二四，一二三四，第六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思考一下，看怎么样的牌组会比较好。因为我一定要一波把它送走啊，不然我就要被送走了。因为最怕是断珠啊，因为如果你叠珠的时候断珠就糗大了。应该这样是比较不会断才对。好，来为大家测试，看是生是死，就看这一步了。哦，除非断珠嘛，不然水火木都有嘛，没看错吧？水火木对。哦，没断，再来天降，十应该够了。哦靠！靠！对，没断，可是我心碎了。差不多啊，十应该会死啊。算出攻击力了吗？我靠！又来了啊！我完蛋了。哎呀！哇，这个火还真远啊！他妈！木。应急要把，我靠！水哦哦，天降！应急我要把它挤过去。啊，球大了，我在这一关吃得很舒服了，我已经忘记我吃几颗了。天降一下，类似是火珠三条，有没有？啊，对，谢谢，对我不算太差。可是我补不回来啊！我靠！哇，这个防御色那么高是怎样？好，吃石头，非常好。奇怪，爆发怎么会爆锅嘞？到底吃了几颗啊？不记得。我刚预计是一定过了，没想到没有过。木、火、水。六钢波跟抓羊一样，要补吗？补撑一回合。我觉得不补，因为我的双子攻击力比较够，他太硬了，宁可吃石头冲过去。这边就是留三个，连血我都不补了啦。嗯。
他把我心中笑掉。四十五颗，我记得四十五颗，三十六，四十五，六颗是吧？忘了啊，不重要，所以没有火烛。没火烛打屁啊！有火，可是转得出来吗？啊，硬拼啊！哦，硬拼就要笑到了，没笑到我就求他了。水木，火没消到啊！左边没消到，我的，真是吃屎大赛！我靠，我的爆发水，但为什么没有？好了，再来一个抓痒的爆发。舒服。重点是，我靠，哇，很多水火木哎，真的很多水火木，必死的水火木。然后暗珠没有半颗，我来冲啊！啊！啊！最后表演知识实在是乱吃一通了，真的。会不会吃十五颗？打几出来我就可以了，没关系。然后人家这样吃啊，就我这样吃而已吧。好家伙，那个打几是记满的，没有水，火不要消，消了等下就枯了。木也不能消啊，那我可以消什么？光，我可以消光珠，这个有笑点。水有了，木有了。哇，我在转什么？我刚整个完全是恍神的状态。可以吃到这样也算是不错了，我水灭了，不怕了。水火缺木，由于我们现在有水灭，三回合撑过去就可以了，直接开了。反正我不想边补边打。水木还是没有，水五颗，火五颗，会不会等一下绝地狂生都好了、啊？妈的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水，哦有了，木五颗，水五颗，水六颗。一二三四五六，我想要再消一次我的木珠，不要跟我讲天降把我上面的木珠吃掉就好，这样有了吧？再爆一次，他不死我去死啊！他妈，来一二三四五，二三四五。
二四五，地黄，啊，终于要结束这场战役了。不要跟他断珠哦，尤其是那个绿色的哦，对吧？不要跟他断珠哎，去死啊！我靠，那防御真的很强哎，打不太动哎，就算这样爆发打起来也还好。如果我没预计错的话，四十几颗，我吃了几颗啊？看，我看一下，哎呀，我看一下录影好了，35颗。应该是吃10颗吧，基本上第四、第五关吧。好吧，看一下那个吃食换来的网。哦，以上这个是平民百姓的吃食的示范。哦，石头的食，对，不是食。大家都蛮会吃嘛，对不对？不一定啊，有人临时技术很好啊。哦，以上这个。亚王示范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